好，给我们吃六个雪梅羊。嗯，这个皮薄薄透透的，爆浆葡萄口味，酸酸甜甜的。简直是流星抓烟雾。这巧克力绝了，脆弹可破的外皮，黑芝麻豆乳，猜猜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这属于你。这麻薯太会拉丝了。这是我调料的。这二料有点干，那我们先吃个汤。哈喽，朋友们来了，今天吃雪梅羊合集。来，吃雪梅羊。哇，先动吧。就是动吧。
雪媚娘。雪媚娘系列，
可爱雪媚娘。